話說我今天終於來到我嚟首爾 To Do List 入邊一定一定要去的咖啡，睇下我背景就知道是哈利波特主題咖啡啊！摸下曬你。咁我哋而家先不如先即刻拆解一下呢個四層樓高的咖啡入邊到底暗藏咗啲乜嘢魔法？呢度每一個位置都是打卡位咯，如果是哈利波特的 fans， 應該喺度係影唔停。佢仲有得揀上去定落去？我哋要落去定上去啊？好難諗啊！呢個問題。我哋落完再上啦，咁。其實呢個可以影張啊。好靚啊！會唔會太正？佢係上緊佢嘅樓梯，都掛住好多壁畫咯。喂喂，咪魔法部啊？魔法部打嚟。係啊，佢係揾維維啊。佢話要今次有我嘅加入先可以成功擊退伏地魔。係啊。现在是分颜色啊，咁佢系红色咧、黄色咧、到绿色咧，定系蓝色咧？收到钱，收到钱。魔法部睇系唔讲拜拜。究竟维维系边个颜色咧？佢扮嘢咪？我唔 respect， 我个头。我听到啊，他说我是史莱哲林啊。恭喜恭喜，嚟着上这个史莱哲林学社的衫，你啦，着顶帽。恭喜你加入魔法学院。点称呼？阿Jo得嘅。阿Jo，究竟Jo是哪一个学社的呢？說什麼啊？他說要這麼聰明的人，還有呢這麼大方的人，他說格萊芬多，格萊芬多又多一分。但我追了一輪之後，天都黑了的時候，終於可以了。我想說我覺得呢，除了 decoration 靚到啦，我覺得是入嚟都應該收門票咯，好像去了個樂園咁咯。然後佢每一層的主題都不同啦，最底嗰層是好像酒吧咁，一樓就是買嘢食啦，二樓呢佢就是好像普通 cafe， 三樓的主題呢就是好像佢哋個 hall 咁樣，有好長嘅台咯。跟住四樓的主題就是呢度就是捉蛇，然後每個人都是在張床度食嘢咯。咁我哋就嗌咗個二人 set 嘅，咁咧佢就可以揀水果或者呢個芝士雞，咁梗係揀雞啦。咁大份，呢個搶嚟嘅，搶嚟。跟住我哋梗係揀搶紅包啦，咁大份喎。跟住就呢杯係綠茶嘅忌廉啤酒。嚟到錢。它上面的茶是 cream 啦，其实它的味是有点熟悉，好喝啊！它面咧是有 Oreo 的，跟住个绿茶味我觉得挺浓咯。面咧仲有个顶分蛇的帽啊！喺边度饮过呢个味啊？花生焦糖，佢唔系啊！你唔好屈佢啦。而呢一杯咧，上面个芝士奶过嚟嘅，嗯，我觉得唔系好奶过咯，系好芝士咯。我饮多啖。我觉得它应该是焦糖味咯，系个花生焦糖，你唔好屈佢啦。好啦，我哋试下个包啦。睇唔睇到？睇唔到就算啦，食俾大家睇，大家可以自己过嚟试下啦。它是有红萝卜和菜咯，火腿咯，加沙律酱，咁样就冇咁斋咯。佢个包好腍，好 soft， 一啲都唔硬，好食啊！真，我哋要食条肠，真，好似丝滑力肠咁，真系普通一条肠，偏咸啊，正常咯。我想话呢度，佢上面六楼咧，佢话系魔法部啦，跟住仲有七楼啦。
但佢話嗰兩層係需要等咩魔法打開，麻瓜唔入得啊！麻瓜唔入得啊！係咯，其實應該冇呢兩層咯。係因為冇呢兩層。佢好識營造氣氛咯，同埋佢一直都係播緊《哈利波特》歌，佢每一個 corner 都做得好細緻，同埋啲空間係非常之足夠俾人打卡嘅。每一個 area 咧，佢都係分得好分明啦，即係唔會話突然間後面有個人行過閃過，好細啲發生嘅，係好好。要食我哋嘅甜品咯，聞落去好香咯，士多啤梨味。但是它的士多啤梨是有些化學的 feel， 很明顯是人造士多啤梨味，它不真的，它變成好像是一些士多啤梨糖油整成的 cream， 然後它裡面就是朱古力海綿蛋糕，阿卡用好了，真的不好吃，它做完蛋糕也不好吃。我們不要 judge 人， sorry。 等一下，我們問一下現場有沒有人想 share 了它。你說真的，我們現在玩個遊戲，我們每人說一個咒語，誰個輸了就要吃完剩底那塊。我們先說出我都不吃了，吃了，現在我覺得我會輸。誰個輸了？你輸了，當然沒有了，你先，你好像很厲害。我不是的，疾疾護髮醫生。他是沒有氣手。溫拉丁的維亞山那個防護網是什麼？那個防護網就是疾疾護髮醫生。蛤，他沒有氣手，我說了，他沒有氣手。你讲咗，得得得得得得得，个字。温拉丁啊，维亚山，我讲咗啦。你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唔系觉得谂唔到就食蛋糕咯？你放弃啦，唔得。好，我宣布赛果，赛果就系隔篱嗰个输咗，你谂唔到啦，得翻好少啫嘛。不如叫大家估下，我系谂到个，但系唔知叫咩名嘅。系个情景系。在蹦牆那裡噔噔噔，跟住就到門，去到門都出現了、那我叫什麼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大家在樓下留言，但你都要吃，沒人會留言給我，你都要吃，只剩下很少而已，一口而已，一口這麼大口，你不吃 cream 咯，恐龍只是裡面蛋糕，我不會浪費東西放在你。 OK， 我們現在要來拍人生四格，跟著個景就是這個景咯。唔係，呢張。哇！我接咗個波。想話大家不妨可以惹少少嚟咯，因為而家係完全冇人噶，而家係我哋嘅天下。我想話啲蠟燭咧係真噶咯，大家唔信，我吹俾大家睇。我幫佢點飯。我哋而家要离开呢个魔法世界，去翻我哋嘅麻瓜世界啦。系啊，五次时间嘅魔法就咁完咗咯。如果大家想去魔法世界进行呢间咖啡，但系嚟之前一定要 like 咗呢条片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 IG， 就系咁啦。好啦。拜拜。好啦，我哋而家咧就玩个游戏啦，就系佢咧上网 search 咗一啲咒语嘅名啦，跟住佢就会讲个咒语，而我咧就要讲翻个咒语系有咩用途嘅。好，而家开始。好，第一个咒咒药。咒咒药系咪施法咗之后，嗰个对手就会好似被嘢困住咗，那个折磨系咪咁嘅意思啊？嗯。OK， 真系我啱咗，我果然系哈利波特嘅 fans 哈提。哦哦，零。是不是会发恶梦啊？不是，令你想回一些很恐怖。我错了。是。果然是哈利波特的 fans。那是什么？控制对方的意志。我发现科罗，叱叱。叱叱。
叱咤叱咤方唐，叱咤方就是咧，即系譬如你好惊嗰个嘢啦，跟住你用叱咤方唐，佢就会变成一啲好搞笑嘅嘢，系嘛？下一个，我真系唔识读呢字，黐线，黐黐糖三步杀。是一个杀人的咒语，是的，但是怎样杀法呢？杀法都有得解的，怎样杀？不是，好像无形的剑这样刺伤的感觉，跟住阿瓦特哥，阿瓦特加纳，阿瓦特加纳达，阿瓦特，阿瓦达哈达拉，是伏地魔杀人的咒语，是吗？置人于死地的索命咒，嗯，即是将个人的摧毁的意思。没了，完了，完了，得咁少，咁我都要帶全啊！你要帶全就有排講噶咯，我都啱七成啦，係嘛？係，係咪啊？係。